九分应由海线开往沙鹿军间快车，请到一机月台候车。本次列车沿途停靠瑞芳、八堵、七堵，地址松山、台北、板桥、树。各位乘客，第一月台即将有列车要通过，请各位旅客不要靠近月台边缘线为限。个人乘客，本月台将不能超过超过每个花地的南京月台。个人乘客，第一月台即将。